此次歌唱大赛分为达人少年组、青年组和水立方组，共计28人参赛，其中部分选手是从维多利亚赛区选派。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陈艾伦、杨玲玉、宋月谦分别夺得少年组、青年组及水立方组的冠军。I feel pretty happy about this, and this whole experience has been pretty fun, and because I like singing, and it's like a hobby and passion of mine.活动组委会负责人王莹表示，进入决赛的选手实力不凡，现场表现精彩，为此次比赛增色不少，超出预想成果。希望他们，而且我觉得期待他们应该这次呢能够代表温哥华赛区到北京，应该会有出色的表现。著名歌唱家西亚表示，非常荣幸成为此次评委，可以在现场感受到不同风格的选手展示他们自己的个性和音乐态度。整个造型啊，舞台的表现力都非常非常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华人的音乐从加拿大开始，从美洲开始，已经遍布全球。本次决赛冠军及亚军获奖者将代表温哥华赛区参加今年在北京举办的总决赛。凤凰卫视李元坡、苏一恒，温哥华报道。